干嘛？别感冒了。什么秘密？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以后咱们可以继续合作的，你相信我。没什么以后了，你也别跟他废话了。宋林，你不要曲解我的意思，我只是……你只是什么？你只是……我告诉你啊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的人是你。这放是我女朋友，我得保护好她。你也知道我为人，你动她先试试。跟我走。